兄弟们啊，今天咱们来个简单的链条网的教程啊，相当简单啊。其实咱们这种链条网啊，比传统手工网要好撒。这条网啊是标准的四分眼儿，1800眼的网，钓完网都是4米，啊，全尼龙，无一叉底钢是加粗打理马线。啊，咱们这圈都不用详细介绍了啊，一圈两圈，这是一条新网啊，未下水的新网。大概与篦子吧同期，差不多就行啊。这个也不用做锥性了啊，不用做锥性了，太麻烦了。都简简单单这么一摊，啊，简简单单一摊，从里边扯去点这个网线，啊，连着这网兜打在左手，左手掐紧。这回这右手在里边掏网线。啊，40公分左右吧。啊，一点一点的往上立网，嗯。只要你别着急，啊，一点一点的，啊，往上立网啊，立的不怕仔细啊。削撒网嘛，削的时候不怕仔细，不要要求速度，一直立到最后。然后猫腰剪下边2-3挂网兜，在左手退点网线拖起来，手里边形成一板啊，兄弟们看一下啊，手里边形成一板，然后再把网防线用这个虎口大拇指挑着底缸，这食指压住底缸啊，一定压住底缸，这都行了。用这个食指还有这个中指，把这个整个这一板网线放在食指跟中指当间，还是形成一板，压住它，夹紧。这回啊，就可以撒了啊，拖起来扛看，就可以撒了。咱们撒一网扛看效果啊。来，这一块柴火少点。撒的时候啊，不用发大力啊，中小力就可以，挥身翻手腕啊，摆动的时候也不用说特别这么着急，轻轻的摆动，然后翻手腕，到你的一点方向感觉翻手腕就可以撒手啊，两个手同时撒手啊，来试一下兄弟们啊，撒手同时放手啊，盘网啊，咱们这网是崭新的，还没沾水的，标准的四分眼儿。现在砍起来呀，感觉好像有一点网尖儿啊，我再拽一点，这崭新的一条网啊，我给你看看效果，在水面上似的，效果比这个陆地上要好啊。欧了，兄弟们啊！我给拍个视频啊。老铁们好啊，拍个法网教程，就是介绍介绍这款网啊。距离忒远，摄像师来近点。这是唯一一条三分网眼的啊，唯一一条。我卖这么多年了，这网我基本上没怎么用过。看看下面，链条是焊接 ，V 叉是加粗打理马线，链条是焊接的啊。最小的网眼，1800眼，钓兜3.6米。看看横拼网与竖拼网的区别，咱撒一网看看。这是3.6米，小号3.6米钓兜，1800眼。这是一个那个横拼，做这款网特别难做啊，特别难做。现在也是没货，过两天有货啊。在里边装网线，你看看那个小三分的效果。我经常撒桃花都是用半指的，没用过这三分的。看看这网的效果，就在这儿来一网。
看着你。咱打一网啊，看这小三盆眼的小果啊，还有小果啊。嗯，看看什么叫精品三盆眼啊，就不是那个六片七片八片前置网拼接的那种可比的，和这网根本没法比。看这小日啊，看开顶小果1800眼，看这上鱼还上多少鱼啊，我操，爆网了难道，我操，这是最小网眼的啊。咱们上上面翻，看看，咱们从来没接受过这款网，老铁们啊，一般的关注我时间长的都知道，这是1800眼最小网眼的三分眼啊，看网眼，这是近距离的，看看最小网眼啊，1800眼啊，绝对是精品，不是那个六片七片八片拼接的那种可比的，那种撒去吧永远没有正晕，这是横拼网，我操，反正一网张嘴，从来没赢过这网，太看这小碗的杀伤力，我这是啥鱼啊，一网张嘴，饿，哎呀，过两天有货这网啊，老铁们，断货有一个月了，这款网断货有一个月了，钓兜3.6米啊，小北京小软丝，钓兜3.6米，全网9斤，一千二底缸都加粗大力马线，赖吧摄像师啊，装晕了，请往这里边啊。Oh.